样，蜡笔。如果你今天做全瓷冠的话，就不需要 mark margin 的位置，或者是主带 spacer 了，因为软体里面可以帮你处理 cement spacer 的问题。多余的不小心沾到的地方把它刮掉。有断线的地方把它连好。封在里面，等一下，那就差不多。对，是 die spacer。麻烦一下，你在新的区域，对，给你来的标，然后多一点，足够多。建议三秒胶干掉以后再补再切割。就先补原先 virgin dye 的地方。
如果你的牙齿有 retention glue 的话， retention glue 不要涂，不要上三年胶就好。嗯？记得哦。glue 不用涂。嗯，他都不要上当呀。三秒胶未干。不要上三秒胶。嗯？什么意思？流到花菊的地方，等一下等它干掉。不，不涂三秒胶。不是要涂到花菊的上面。就是不行，我说要先等它三秒胶干掉，我再涂。它就会顺势的流下去。现场示范的好处就是有很多图画上去，好，还差一点点距离，不过我等三秒胶干再涂。然后最后不要忘记哦，就是要在阿库赛写上牙齿的数字。那 Ponty 的地方你就顺势写个36，那就到这边，请大家继续动作。